唔單止全球華人，乜人都可以睇嘅。係，不過你明唔明一回事咧？係。如果有人能夠話可以同我哋即係做埋字幕，咁我哋梗係好 appreciate 啦。嗯。咁我最希望嘅字幕就係、是、英文字幕就、尤其是美式英語啦，多啲俚語嘅更加好。嗯。因為如果有人能夠話可以同我哋即係做埋字幕，咁我哋梗係好 appreciate 啦。嗯。咁我最希望嘅字幕就係、是、英文字幕就。尤其是美式英語啦，多啲俚語啊更加好。嗯，因為咧，我喺唔同嘅渠道咧，知道咧喺美國嘅政界啊，原來都有人留意香港嘅網絡節目，特別係一個節目咧鋪住美國台報嘅，係、佢話感覺到佢哋特別親美。佢雖然唔知道我哋講乜，係 OK， 咁希望多啲人可以即係將我哋節目 share 出去，等美國人明白我哋嘅愛國心，係、何等嘅澎湃。屌你星條旗永不滅，屌你老母真係，喂，老實講啊，我再講多一次，呢、這個唔係話真係叫做造搞氣氛，即係講心嗰句嘅啫。屌你老母有邊撚過？我哋回憶七八十年代，你未出世，我好撚細個，我哋嗰啲阿姑丈阿姑媽，下面報紙檔賣報紙嘅報紙佬，辛辛苦苦，屌你一毫一毫。屌你儲撚翻嚟，儲咗幾皮嘢，或者兩三萬蚊，送啲仔女去美國或者英國讀書。嗯，臨走喂十幾歲喎，喂，屌你老母第一次離家啫喎。係啊，同個仔攬一攬個仔。喂，你知中國人比較含蓄啦。嗯，俾心機讀書，有機會喺嗰邊揾份工，唔好翻嚟啦。俾心機讀書，有機會喺嗰邊揾份工，唔好翻嚟啦。邊個會捨得啲仔唔翻嚟？當然嗰陣時啲父母喺嗰個年代咧。香港仍然在你眼中是借來的地方，嗯，即係未去到冇個生根的觀念，係啊，咁點解佢唔將個仔將個女送翻大陸啊？係嘛？而同一個家長，即係嗱呢個真係證明苦讀不吃兒，辛辛苦苦送去美國，嗯，同一個家長而家話屌你老母係要愛國，咁你問佢究竟係愛咩國呢？講嚟講去唔好撚嘥氣啦，啲人係有一種咧，即係追求，即係好簡單。水向低流就人望高處，有邊撚過？包括越南人啦，啱啱咪幾十個啦，死撚埋啦，喂，都係想去英國、美國，喂，冇辦法嘅呢啲，係嘛？所以我希望大家咧可以咧，即係將多啲我哋嘅節目咧，即係翻譯啲英文字幕啦，係、難翻譯嘅，可能佢都係 fuck 啊，媽得 fuck 啊，佢都係交叉，係啊 ，game 啊，諸如此類啦。